Fair daffodils, we weep to see you haste away so soon. As yet the early rising sun has not attained his noon. Stay, stay, until the hasting day has run but to the evensong. And having prayed together, we will go with you alone.冠军庆祝牌就等你了，你必须来呀。没兴趣。千人浪漫表白被拒，大家都等着排队安慰你呢。这些句子的意思都明白吗？那下次林奶奶可要检查作业喽。没问题。哎，怎么了？弄成这样？这孩子青春期呀，特别长。他那样真不用去看看吗？不用。他玩滑板一直摔跤，我都习惯了。咱们继续来。你看，刚才我们感受了沙翁描绘的自然，现在我们来进入他笔下的感情世界。行。I'm happy I'm that love and I'm beloved, where I may not remove nor be removed.嗯，很好，口音很纯正。你别再念了。耀耀，不让念什么？你奶奶，你别让Peter念那个诗了。That happy I that love and I'm beloved, where I may not remove nor be removed。你别再念了。爱人又被爱，我多么幸福。我既不会迁徙，又不怕委屈。耀耀，你怎么了？吃药吃错了？
你奶奶，我想清静点，你让他别再念了，烦死了。莎士比亚的诗那么优美，为什么不爱听？我不想听。你怎么了？不会是你失恋了吧？哎，你失恋了？我没有，姨奶奶。西西阿姨肯定选我啪啪，不选你。哎，爱人又被爱，我多么幸福！我既不会迁徙。谁人给我过来？别念了。Nor be removed。你把书给我。爱人又被爱，我多么幸福，啊、又不怕被虚。哎Happy I that love and I'm beloved. 来，书拿给我。Here I may not remove, nor be removed. 你书给我，书给我。哎呀，哎呀，哎呀，啊！哎呀，怎么了？摔哪儿了？哎，我看你不用自己来。能动吗？啊！尾椎骨可能裂了吧？该打电话叫救护车了。耀耀，要是摔断骨头，还是要去看一下的。不用，姨奶奶。哎，你，哎，你要干嘛？你要干什么？我要搬家。那我给西西打电话。你不许跟他打。你现在应该去医院。不去。对呀。哎呀，林奶奶，嗯，对不起啊，我得跟着他，我带他去医院。哎呦，那就麻烦你了。是我不好意思，都是 Peter 惹的祸，我会对他负责的。哎呦，我拿电话啊。你跟妈妈一起去。嗯嗯。林奶奶再见。哎。说了不去听不懂啊，那你去哪儿我送你一程啊。想通了？你干嘛呢？妈咪，他在订酒店。 Peter 回车里坐好。你晚上没地方住啊？跟我走吧。跟你能去哪儿啊？我有地方住。你之前天天帮着萧一成，现在能安什么好心啊？那你随便。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一会儿要下雨了。你屁股受伤，我儿子也有责任啊。那我走了。你倒是把后备箱打开啊。哦。你慢点啊。进来吧。哎，谢谢。哇，你们这员工宿舍不错呀，语义待遇这么好呢。妈妈，这是爸爸的房间。嘘。
那个，我就是给你个机会，让你对我负责任。你别想多了啊，我不是占你们便宜。你不说我也知道。没什么事儿，你早点休息，有需要随时叫我。谢谢啊。走了。晚安。晚安。是一个人，如果没有他，我可能不会坚持到现在。喂，有个事情跟你报备一下。说。事情的经过呢，就是这样。Peter 害人家受伤，我得对他负责。你的意思是让我情敌住我的房间是吗？老肖，你都搬空了，大气点儿。我对一个对我女人当众表白的男人，我大气不起来。你都知道了？我在看视频呢。据我所知，林夕拒绝他了。烈女怕郎缠，一次拒绝，两次犹豫，三次说不定就接受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只能怪你自己不给力了。同情你哪边的呀？啊！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等会儿，团建地点改一下。你是说跟华生的联合团建吗？可以啊。改哪儿？方特。方特？为什么？我有我的想法。好，没问题。怎么了？没事没事。Peter 来一下。哎，妈咪，来。怎么了？给哥哥喷药。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今天是我儿子害你受伤的，你要不要给小朋友一个弥补的机会啊？Peter， 今天是你害哥哥受伤的，你要不要将功补过一下呀？做错了就要承担责任哦。行吧，我喷，我喷。喷好了叫妈妈啊。嗯。喷吧。暖童，很重吗？什么声？把我不疼啊？很疼吗？要不你去摔一个。我的意思吧，要是你摔肯定疼。我是谁啊？我是你药哥。来吧，再来一下。这儿。哎，妈咪，我拍好了。很好啦，来吃点水果。谢谢啊。没事儿。你是不是还有句话没跟哥哥说啊？对不起。又不是你的错。那以后给哥哥喷药的任务交给你了 ，OK？ Yes, madam。走了啊。萧一城的人也还不错。
没睡啊？啊，我想给你看看东西。工作的？看看就知道了。滑板虽然帅，但是非常危险，他的伤亡概率是飞机的120倍，所以不要被表面迷惑了。嗯，他是不是跟你表白了？我的私事没有必要跟肖总一一汇报吧？程耀他就是个小屁孩，他懂什么爱情啊？我发现你跟程耀还挺配的，你说他是会耍帅的小屁孩，他说你是厚颜无耻的老男人，你俩组 CP 得了。他这么说我是吧？那你觉得呢？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回去睡觉了，好累好困。哎呀啊，怎么了？哇，好痛啊。没想到那天晚上给你染了一夜，这一直疼着。哎呀，算了算了，没什么事，你回去吧啊，早点休息啊。你要是真疼，我认识一个还不错的推拿师，明天我约他过来。哎呀，不用，我能有什么事儿？你赶紧回去休息吧。事儿都说了没事儿了，真没事儿。哎呦，你就这样捏一下，能缓解一点。哦。怎么样？好点吗？就还行吧。啊。是酸还是疼啊？有点甜。那个又酸又疼，这主要是不舒服。对，他突然就好了，你说神不神奇？那林星，我是第一个想到这个待遇的人吗？不是。那是谁啊？程耀啊。我老爸。好的好的，哎呀，那耀耀就交给你了，让你费心了，谢谢谢谢。奶奶，程耀怎么了？今天和皮特胡闹，摔了一跤，摔伤了。现在在童心的公寓里。他怎么去童心那儿了？今天一回来啊，就气鼓鼓的，拿着行李就走，结果摔了一跤，好像是摔了尾椎骨
药上过了，但是情绪还在。没给甲方您添麻烦吧？哎呦，什么甲方乙方，咱们现在是同一条船上的人。明天是碰头会，我就担心我和程耀的现在的情况会耽误了工作。我来想办法吧。能行吗？试试吧。肖总，一会儿在这儿。嗯。好。这是干什么呀？哎，肖总。前两天和童总的约定，我们有个纪录片要拍，叫 AI 世界之48小时实录。合同你签过的，只不过那个时候你太忙没有仔细看。那要怎么拍啊？你就正常办公，不用搭理我们，就当我们不存在，我们抓取你工作的画面就行。嗯，那我们进去准备吧。肖总，肖总，林夕，你也在啊？嗯，我给你带下麦。那个陈主编在为雨衣做一档纪录片。那你们忙。我自己来，谢谢。你们知道吗？那个陈潇，陈主编是肖总的老同学。真的？真的假的？所以呢？你笨呐！陈主编作为知名商界大博主，一般啊能让他亲自出马拍摄的都是福布斯上的主。这次肖总的纪录片他鞍前马后的，说明了什么？说明肖总上了福布斯。哼，啊，说明他们有情况。可是我还以为肖总对你们希姐有意思呢。嗯，我觉得肖总还是跟陈主编更配。希姐，别闲聊了，开会了。啊，好。啊，小童，李奶奶，今天冒昧的打扰您是有个不情之请。嗯，是不是药药给你添什么麻烦了？是有点担心他，所以想请您过去劝劝他。啊。谁呀？大白天的睡什么觉？越这样伤越好的慢。啊，李奶奶，你怎么来了？嗯，他叫你来的。谁也没叫我。怎么，长辈就不能来关心晚辈？让我说你什么好？那您就什么都别说了，让我一个人待着呗。年轻气盛，那会伤了自己的。你还以为你自己是失恋了？李奶奶有什么意思呀？你分明就是输了。我昨天赢了比赛的。我说的是你输给萧一成了。李奶奶，虽然林夕拒绝了我，可是他也没有同意萧一成呀。你看看，每次一说到西西，他就要带着萧一成。嗯，耀耀，你对西西是有欣赏，但是不是你以为的那种男女之间的喜欢。
你再想想，你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追西西？是不是萧一成登堂入室的那一刻？可是姨奶奶，你要是早都知道这些，你为什么还帮我追林夕啊？哎呀，我那个地方啊，就很少那么热闹。你们年轻人来了，你追我赶，热热闹闹的，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人间烟火。哦，合着这么久了，您逗我玩呢？哦，那都没有这个意思，我是想来劝劝你。那您别劝了，我接着生气了啊。程耀，你知道羽翼翻译机的雏形是当年萧一成被林夕甩了之后在最痛苦的时候做出来的？甩得真好。你刚才自己也说了，林夕既没有选择你，也没有选择萧一成，所以你也不算输。但是你想在失恋后的表现上让萧一成赢下一局吗？我先睡觉。资料里面的英文部分，这些有歧义的地方，大家要想出一个统一的标准。怎么，有问题？没有。没问题的话，就下一趴吧。小语种部分，小语种部分我已经跟华生借调了人员，因为比较临时呢，所以内容都还没有出来。所以陈文，你跟来交接的同事对接一下，他翻一趴，你合一趴。程耀呢？他最近有事情，可能要缺席一段时间了。总之，小语种部分的事情。小语种部分，插手吧。你怎么弄成这样啊？刚西姐还说你要学习呢。我没那么幼稚。程耀，你等一下。先散会吧，大家去吃点午饭，下午再开始。聊聊，聊聊吧。去医院看了吗？有没有拍片子？死不了。你搬回来吧，别麻烦童心了。其实我可以搬走的。不需要，我是自愿搬出来的。其实，像你这个年纪的爱情，有时候可能不是真的喜欢，可能是到现在为止你没有遇到过像我这样的人，所以你会觉得有新鲜感，觉得好奇，但这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喜欢。所以从美岛回来你就做好决定了是吗？如果你对萧一成有成见，可以不做羽翼的项目，我去跟公司申请把你调回总部，找人替你。不用。放心吧，我不会因为这个对你有看法的。但我会瞧不起我自己。林夕。
虽然我非常讨厌肖一成，但是工作上该我做的事我一件也不会逃，更不会因为这是肖一成的项目我就故意使绊子。相反，我会做得更好。对不起，刚才我的认知有些狭隘了。你知道我不想听这个。虽然你拒绝了我，但我得提醒你啊，肖一成跟陈主编的事儿你知道吧？他们就是拍个纪录片嘛。我说的是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你别被肖一成给骗了，啊，一边对你欲擒故纵，一边又抓着陈主编不放。你别笑啊，我认真的。我觉得肖一成这个人不行啊。陈潇，陈主编，其实一直喜欢他。你知道。上学的时候，肖一成呢是男神，他是系花。没想到被我捷足先登了。所以，如果说他们两个能够修成正果的话，我觉得也挺好的。你不上线？我为什么要上线啊？你就嘴硬吧。你小心点啊，没事吧？没事。悠着点。小心点啊。肖总有事。去我办公室谈。帮我带上。我不会。这么简单的东西你不会？一个大男人，人走路都走不稳了，还要你扶啊？他摔了，我也有责任，扶一下怎么了？我早就说过，玩滑板的男人要不得。我弄不了，让陈主编给你弄吧。吃醋了？想太多了。一成，准备好了吗？我来帮你带吧。交给毛毛。好。毛特助。哎。一会儿你帮肖总把麦带上吧。好。谢谢啊。哎，毛特助，听说肖总搬家了。对啊，他搬了有一阵子了。你知道他搬去哪儿了吗？您有事儿？我们要拍一期家庭镜头。哦，他搬到家连里了，跟西姐是邻居。陈主编。你知道他这个星期六的上午他会在家吗？我帮你看一下。好。应该在的。需要跟他约下具体时间吗？不用不用，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突击拍摄，这样才真实。毛特助，你一定要替我们保密哦。好，那我去忙了。嗯。小姐，周六需要加班吗？我去安排一下陆毅和灯光他们。
不用，我自己去。好嘞。和我们公司项目组要一起团建，你有空吗？他们安排的吗？对啊。不去。哦。灵犀，扔垃圾啊？你这是？吃饭啊，在家吃饭多温馨啊！医生在等我，那我先过去了。一成，是我。等久了吧？什么等久了？你怎么来了？本来今天是要拍摄家庭日常的，我进小区才接到摄像的电话，他临时有事来不了了。哎，这房子挺老的呀，晚上恐怕休息不好吧。宜城，你要有需要的话，我有个朋友的大平层正在出租。不用。也是，这儿交通方便。看完了吗？既然今天不拍摄，那就不耽误你了。老同学，就算我们不聊公事，叙叙旧总行吧？拜托，十年同学，外加同社团的情谊，都不够我们在周六一起午饭叙个旧吗？哎，林夕，陈潇让我们一起叙个旧。不用了。认识这么久了，都不够我们周六午饭一起叙个旧，是不是？是啊，我们也好久没见了，一起吧。好了，我们开动吧。来，一成，你尝尝这个。这个是，这是我求了好久，我妈才答应做的。这些菜都是你妈妈做的？对啊，要知道我妈这个大董事长多少年没下厨了，你尝尝，没有马氏前蹄吧？哦，替我谢谢阿姨。我妈还经常跟我念叨，当年你第一次上我们家时的情景呢。你第一次吃醉蟹，以为是生的，嚷嚷着煮熟了吃。哎呀，瞧我，老说这些干嘛呀？那时候灵夕还不认识你呢。没事儿。我记得那时候你经常来我们家吃饭。还有周爽和李俊呢。来，你尝尝这个，这个下饭。这个肥肠也是你妈妈做的？这个不是，这是我们学校外面那家小餐馆的老板做的。老朱，你也吃过？之前偶尔吃过。偶尔吃过，记到现在？他们家的肥肠挺特别的。嗯。但是老朱不是不在这儿了吗？前两天回来了。哦，对了，一成，老朱还说邀请我们一起吃饭呢，说他要感谢我们当年是他第一个顾客。那一次啊，是我们社团一起去的，十几个人呢。
那可是试运行，就我们两个去的。哎，给你看个东西。就是这张照片，老朱说受到启发，说要在他的饭店弄一堵情人墙什么的。你还记得这张照片吧？我还有事儿，你们先吃吧，不打扰你们了。哎，为什么要当着他们面说这些啊？不是说叙旧局吗？你故意的吧？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你明明知道我对林夕还有感情，你故意说这些，就是想分裂我们，对吗？希望你能明白一件事情，就算我跟他不复合，我跟你也绝无可能。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吗？没有。可你偏偏就是不喜欢。沈潇，爱一个人不仅仅是爱他的好，恰恰相反，爱一个人可能会爱上他的缺点。在你眼里，林夕是一个为了目标不顾一切的人，但是在我眼里，他很勇敢，很多人。萧一成，是不是当年我主动一点，勇敢一点，我们就能在一起？你觉得我怎么回答这个假设性的问题？但是我只知道，我现在勇敢一点，主动一点，我就能把他追回来，明白了吗？给我回电话。哎，哎呦，肖总，你可算接电话了。不好意思啊，刚才有点事要忙。团建的流程我看过了，没问题，就这样吧。哎，老肖，如果啊，如果林夕不领你的情呢？爱分两种，青梅竹马，往后余生。林夕是我对爱认知的全部了。老肖，你一定会成功的。是不是又想爸爸了？别胡说八道，成语背完了吗？今天老师教了欲盖弥彰，声东击西，跟你很像哦。让你学成语是为了了解中国文化，不是调侃自己的老妈。又抓了一个话题。大人的事儿你不懂，去洗澡。老妈，我还有视频课呢。视频课？我看过备忘录，你今天的家庭作业完成了呀？ No， 是这个了。陈耀科的意大利语课。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单词了，叫做熬夜，用意大利语说是这样读的 Bruciare l'olio di mezzanotte。好了，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读一下。其实呢，学习意大利语非常的简单，它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我给大家推荐两个意大利语的动画片给初学者，一个是《四十四只猫》，另外一个就是意大利语版的《小猪佩奇》。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了。Bruciare l'olio di mezzanotte。明天是德语课，后天是葡萄牙语课。哎，老妈，你说我会不会跟陈耀哥一样，也会讲很多很多国家的话呢？那可就太棒了。但是儿子，我记得我没给你报名这门网课啊。免费的哟，陈耀哥还关闭了打赏功能呢。老妈，我悄咪咪告诉你，我们英语周老师也有在学。这么棒啊。